吃的饭下不？啊？起来吧。要不要我煮点面给你吃？要吗？等着啊。这个房爷估计是当铺，吃饭吃不下去，没有精神。给他煮点面，给他煮点面。以后为了节约一点煤气啊，我就尽量放在这个用柴火燃烧啊。先把锅洗一下。好的，朋友。成功把这个小徒弟带上路了哈，会生火了吧？对，还知道用这个胎皮点火。我们家的大哥怎么起来了？怎么起来了？起来了。你不会是装的吧？开过来，只是那个太累了。火烧着了吗，儿子？嗯。那我开始煮了哈。好。你在家煮一煮，我们家都比较喜欢吃那种清汤面。还要吃那种八分熟的那种面，调配了一点拌面神器，没有这个根本都吃不下去。这么热，辛苦了辛苦了。我家两位男士还是非常宠我的哈，干什么都在这里帮我。这个火就烧得旺哈，你是不是傻？这么大的火还坐得住，坐得这么近，跟汗蒸一样，你看这。吹一下，吹一下，吹一下，再过来弄。这个宽面一不注意，它就会粘在一起。我本来打算不想吃这个面，但是看见你调这个料，好香，然后我又想吃，口水在嘴里动。加点虾在里面，海鲜面条不就来了吗？撒上一点葱花，可以吗？先拿这个盆打一碗去给螃蟹吃，再给他来点肉，香，白菜，正宗的一碗瘦肉海鲜面，就不就来了吗？加点我的独家秘方，应该味道还可以，走。少了吗？嗯，啊？又有肉又有虾的，海鲜瘦肉面呀。这一点哪够填住？少了吗？少了。已经拿盆给你装了，还少了？我换个大盆吧。看这个电风扇也给你安排的到位，多吃一点啊。嗯。要不要再来一碗？药也没了，啊？药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嗯，还有汤，你可以喝点汤。我们家都比较喜欢吃这种清汤面。要加辣椒吗？嗯，还要加这个秘制辣椒。小妞，你终于来了，人家都吃完了，你才刚来。现在饭吃完了，小妞又在帮他老爸擦汗。你看，看爸的头有多脏。看一下，哎呀，为什么我擦？没洗吗？让你爸自己看一下。赢了没？赢了没？干活，干活干的。你看这个汗。哎，你这剃的头发，采访的你头发剃的比以前凉快一点吗？我感觉越来越热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爸爸，你要到爸爸老头上拉拉屎。你不是说刚开始你不是说这爸爸不像爸爸了吗？现在看现在能接受了吗？能接受。现在能接受了。你在打碟吗？哎呀。